月十八日，英国伦敦，哈利王子与伴郎威廉王子一同现身问候民众。据悉，哈利王子大婚将于五月十九号举行。哈利王子是英国王位第五个继承人，而其未婚妻梅根是美国的一个女演员。这是他最后一次以单身汉的身份同大家见面了。看见哈利王子走出城堡，在场的成千上万的民众都很兴奋。他的哥哥威廉王子陪伴在弟弟身边，在婚礼上他也会作为伴郎陪伴左右，展示了兄弟情深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